哇，这一组好温馨，好可爱哦！礼车下来的是以 Good Cha Likey 分别入围戏剧节目男配角奖、戏剧节目女配角奖的尤安顺，还有米可白、赵奕轩。哦，他们也各自要带着家人一起走上星光大道，是不是？听说妈妈跟儿子又来吗？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都跟上了。这次米可白哦，首次入围戏剧类金钟奖，在剧中一心一意的为夫家付出，委屈舍己的心境演得丝丝入扣。多次入围的尤安顺呢，以厚实的表演功力演活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甘苦。预祝今晚都能顺利得奖，欢迎 Good Cha Likey！ 哇，安顺哥，金钟常客了，这一次来呢，心境有没有不一样呢？还是非常想再拿一座回家？还好了，反正就是到了。厨房就要做菜嘛，啊，对，所以我今天也是抱着来这个厨房做菜的心理来完成一件事情。是，每次都烹饪出非常佳肴，让大家食指大动。但米米就不一样了，米米，你这一次是第一次以戏剧类入围了金钟奖嘛？然后你的角色心情真的好难哦，有没有最难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应该说，因为要当妈妈，然后那个丧子之痛，我那时候就很不知道怎么去诠释，这样我觉得蛮困难的。嗯，但是其实今天很温馨，妈妈也有陪你来，然后安顺哥的儿子还有美丽的太太也有来哦。哎，有没有什么话，妈妈跟米米说个加油的话好不好？你在 IG 帮他拍的照片又辣又美呢，好会拍照的妈妈哦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啊！美丽的太太跟儿子好了，有没有话跟爸爸说？加油，加油！好啦，祝福你们都能够顺利夺金。来，里面请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，是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